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，未来人们与网络的联系必将更加紧密。人们在网上购物、社交、工作，及时拥抱互联网，建设网上房产服务平台，将会是中青区别其他房企的重要战略转型。好，小苏确实有能力。焦阳，你以为赢了竞标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？游戏才刚刚开始。走吧，没事儿。看吧。之前家的布置，后来因为林伟军的乱入变得一塌糊涂，然后又因为竞标忙到没有时间，所以一直搁置到现在。你听，
喂。怎么了，焦阳？我爸进医院了。找我爸呢？啊，正在抢救。老爷身体一直挺好，怎么突然就进医院了？哎，董事长的情况，可能……自己去问医生。哎，焦阳，你冷静一点，医生还在里面抢救，董事长一定会没事的。我陪你在这儿等，好不好？你冷静一点。爸，小宝宝怎么样了？父亲怎么样？这次抢救及时，但林卓的心脏问题近一年来一直有恶化迹象，院方多次建议他前往美国的合作医院进行手术，但一直未能成行。这次心力交集的情况如果再出现一次，谁也不敢保证还能不能抢救回来。作为儿子，好好劝劝他吧。手术病人还需要在 ICU 观察一晚，等他转回普通病房，身体各项机能指标恢复一些，就可以安排出国了，最晚这周之内。焦总，董事会要求明天召开临时董事会议，说有些事情需要董事长来处理。我知道了，焦总。还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？小心，你也回去休息吧，这有我呢。你也累了，休息一会儿吧。临终前最后一句话，就是嘱咐我后爸相互照顾好彼此。可是我现在却没有照顾好他。所以你更得休息好，才能照顾好他。到了你保护他的时候了。听说难过的时候可以试试喝碳酸饮料，咕嘟咕嘟喝下去，然后把气都打出来，就会好受很多的。你看，你看，这样就会舒服很多。谢谢你啊，小新。哎，等会儿。这眼睛看见我难过了，我那是担心焦伯伯的病情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。文小姐输过谁吗？行，不跟你说了，回家还要给焦伯伯炖汤呢。等焦伯伯醒了之后，喝的是焦伯母口里的汤，肯定康复的特别快。走了。喂，赵总监，你试试，可乐喊牛呢。你真的不许动啊！你的任务是帮我照顾好焦阳，知道吗？走了。
各位董事，医生说董事长只需要静养一些时日就没有大碍，这段时间公司的事务会暂由我协助焦总代为处理。焦总，以焦总目前的实力和资历，实难当重任。根据公定，董事长的健康出现严重问题，公司有权召开董事会选举新任董事长管理公司。宏宇集团在我父亲的带领下走过了风风雨雨，所以他不会因为这一件事情就倒下，而且我作为公司副总裁也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。焦总，管理公司可不是刷刷嘴皮子，咱不说别的，就是李董的事儿，现在他手下的业务你打算交给谁？行了，这不是今天会议的重点。各位董事，想当年我们陪着董事长创立宏宇的时候，谁不是初出茅庐啊？我相信假以时日，焦总一定会成为让各位满意的管理者，而我赵振川必将鞠躬尽瘁，陪焦总迎来那一天。散会。赵老板，刚才谢谢您。焦阳，他们倚老卖老惯了，不是特意针对你。请不用安慰我，我知道现在的情况对我确实不利。喂，你好。哦，谢谢。赵伯，我爸醒了。老焦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我没事儿。公司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哎，老焦，你就不用担心公司了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养好身体，尽早去美国手术。那帮家伙都趁我病倒的时候跃跃欲试，现在公司这种状况，我怎么能放心的去美国呢？也是难为教养了。老赵，谢谢你。现在能够帮助教养的只有你了。教养，你别着急了，有赵总劝着，董事长一定会答应去美国的。你们老焦那脾气真担心。你也没怎么睡，赶紧回歇着吧。我陪你啊。别了，我会陪你面对所有的事情的。精神点，别让董事长担心。佳阳，董事长让你进去一下。好。去吧，我去给你买点吃的。好。订婚？对，和小妍结婚。我们家和你赵伯伯家联合，仰仗你赵伯伯的威望，还有他们赵家富裕的股份，那些董事会的人就再也不敢轻易为难你。不是，爸，您没开玩笑吧？我跟小妍怎么订婚啊？我一直把她当妹妹。你和小妍青梅竹马，这门婚事门当户对。再说，你赵伯伯已经同意了。有你赵伯伯在，我相信你很快就能成长起来，成为一个合格的管理者。只有这样，我才能放心的出国。是，赵伯伯愿意帮我们，我真很感激。但是，也不能因为这件事情就让小妍牺牲吧。那你也知道小妍牺牲很大是吗？实话告诉你，如果不是因为喜欢你，人家家大业大的，干嘛受这份委屈？等订了婚之后，你小子好好待人家。可是爸，我已经跟林助理在一起了，我怎么能跟小林订婚呢？小林？谁？
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刚刚啊。你跟董事长谈的怎么样？他同意出国手术了吗？哦。啊。嗯，你买的什么呀？我有点饿了，先吃东西吧。走。买的什么呀？鸡汤馄饨。你不吃吗？我不饿。嗯。你也吃一个。我。吃一个。有点凉了。没事，挺好吃的。赵总监，您已经在这儿站了一个小时了，要不咱们回去吧。你送我的那双鞋。小心，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啊。小时候我和焦阳也总在海边玩。总有那一天长大以后出国分开学习工作，好像从来没有再来过了。你说人为什么要长大呀？可能是为了去到更远的地方，为了看到更好的风景吧。赵总监，人是会长大，但焦总对你的感情是不会变的。是吗？我倒希望有时候他可以变一变。赵总监，您没事吧？小心，你先回医院吧，我好久没看海了，想一个人待会儿。哎，赵总监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。你可以试试这个，人在不开心的时候不要为难自己，有些路平底鞋走起来会舒服很多的。肖阳，董事长突然住院，董事会那边什么情况？没有为难你吧？肖阳啊，哎，放心吧，李东祥都已经出局了，董事会那边还有我和赵伯伯，能有什么好担心的？不行，还是我陪你回公司吧。哎，别了，你昨天都陪我一晚上了。我给你放三天假，回去好好歇着吧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哎呀，我还是什么都瞒不住你啊。好吧，我承认，
现在董事会对老焦入院这件事儿是有那么一点点担忧，所以我得花点时间鞭策和教育他们。像这种高光时刻，我觉得你就别见证了，我怕你到时候更迷恋我，更沉迷本总裁风范无法自拔，怎么办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在这里贫嘴啊？林淼，怎么了？像现在这种热血时刻，你确定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加油，好好工作。好好工作。小新，帮我约一下各位董事今天下午的时间。好的，肖总。等等，肖总，您约他们干什么呀？会会这帮老狐狸。就说结婚行不行？别着急，咱俩得准备准备。准备什么呀？什么都不用准备，只要咱俩在一起就行。你们。尽快和赵总监确认关系，强强联手，共同取暖。那怎么行？焦总根本不喜欢赵总监。形势比人强，家族利益当前，你以为焦总有得选啊？而且放眼整个宏宇，除了赵总监，还有谁配得上焦总啊？我觉得林助理跟焦总就很配啊，他们两个可是征战商场的史密斯夫妇，所向披靡。焦总和赵总监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。那我不管，我就站林助理。我站赵总监。一比一平，林俊，啊，你站谁呀？我。你们在聊什么？不，怎么了？啊，对了，小新和焦总呢？那个刚出去。哦，好。什么时候你们两个这么突飞猛进了？秦董，我只占用您10分钟时间。秦董，焦总，您都等了半个小时了，秦董摆明了就是故意刁难你。不管多久都得等。秦董，焦总，你找秦董有什么事吗？不是让你在家歇着吗？你过来干嘛？我有份文件要送给你。您还没回答我呢，您找秦董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？还能有什么呀？这不是秦董一直为李董马首是瞻吗？李董被开除了，秦董闹点小情绪，跟我们工作之间发生点冲突，是吧，小金？对，秦董倚老卖老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再说了，什么文件这么重要？马上下班了，你过来干嘛呀？是关于无限家的开发项目书，我觉得还有一些可改进的空间。没关系，等你空了再找你聊好了。嗯。焦总，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了，跟我走。怎么了？谁惹我们小燕不开心了？爸，你怎么来了？爸爸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
就是有了你这么一个聪明懂事的女儿。你从小的性格就像男孩子，从不轻易哭闹，除了碰上骄阳那个小子呀，简直就是我们赵家的克星。每次欺负了你，你还要帮他说话，实在是太委屈了，就来回折腾他送给你这套积木城堡。哎，爸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这是看他们积了灰，清理清理。好吧，女儿大了，胳膊肘开始往外拐了，你既然这么帮她说话，爸爸也就不追究了。爸爸这次来是想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啊？爸爸已经和你焦伯伯商量好了，准备在他出国前让你和焦阳订婚，你高不高兴？我和焦阳订婚？嗯。小燕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梦想着有一天我穿着婚纱，他骑着白马，我们两个人一起住进这个美丽的城堡里。爸，谢谢你，谢谢焦伯伯，满足了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。订婚，焦总，难道这就是您让我约见秦董和欺骗林助理的真实原因？三位董事的时间约得怎么样？孙董平时倒是说话挺向着您的，但是这回一听说您要单独拜访他，躲躲得比谢董躲得都快。曹董倒是一口就答应了，就在半个小时之后。孙董不是向着我，是老焦而已。他这么躲着我，想必是老焦知会了什么。别难为他了，谢董那边你继续约着，曹董我现在就去见他。如果到时候林淼找我，你一定要拦住他，这事儿不能让他知道。焦总，订婚的这件事情，赵总您知道吗？不可能的事情，小燕也没必要知道。焦家需要赵家，我需要赵伯伯，但不能牺牲小燕。焦总，我明白了，谢总那边就算是蹲，我也一定帮您蹲的。嗯，不过半个小时之后正好是下班的点儿，要是林助理找起您来，我怕我瞒不住啊。那几个老狐狸你都不怕，你怕林助理？来，从财务部接到独此一份的机密文件，因为时间紧急，我就没来得及跟董事会汇报。财务部经理千叮咛万嘱咐，让焦总看完了一定要原封不动的送回去。这下好了，全都混在一起了，我怎么跟财务部交代嘛？到时候财务部要是不满意，去董事会那儿告焦总一个违规操作，那些董事们肯定又会抓着焦总不放。那就别愣着了，赶紧分。林助理。可是焦总还给我安排了其他特别紧急的工作，整个办公室焦总最信任的就只有您一个人，求求您，求求您。
求求你了。你不要做这个表情，我行，我可以。味道怎么样？不愧是曹董大老远从美国带回来的，味道确实不一样。行了，你今天来不是找我喝茶的吧？有话直说，你的性格跟董事长一样，比不上你母亲爽快。曹董应该没跟我母亲共事过了，但并不妨碍我尊敬和欣赏你的母亲。毕竟作为女性楷模，梁大设计师的名字在女性群体当中比你父亲响亮。当初听说他突然去世，我也是很惋惜他的很多作品未能面世，没想到他最完美的一件作品会经过你的手再次面世。您说的是无心加想吧？骄阳，既然你是抱着拉拢我的目的来的，就不应该对我这么防备。我知道大家私底下都是怎么评价我，但我曹华做人做事一向坦坦荡荡，我不隐瞒对你母亲的欣赏，也不打算掩饰对你的怀疑。你想跟我结盟，就要拿出能够吸引我的东西来。你知道我这个人从不站队，只有利益才是我永远的朋友。那曹董认为什么事情最能打动您？自然是能赚钱的东西。我刚才都说了，这个花茶的味道虽然一般，但能种出它的能源循环技术却是很伟大。这么伟大的技术，如果光在屋顶种种茶叶岂不是太可惜了？如果能够像无限家一样，作为一种新型的生活方式推广到丽舍乃至全国的酒店系统当中去，那未来的前景想必非常可观。进。林淼。林助理现在在茶水间分资料呢。焦总，您今天跟曹总聊得怎么样了？曹总这个人虽然是诸多董事中年纪最轻的，但是他为人八面玲珑，以他的手段和能力来看，这个人不容小觑。您接下来准备怎么做？你继续去约谢总，曹总这边我再考虑考虑。好的，焦总。哎，还有，绝对不能让林助理知道吗？放心吧，我都记着。哎，我林助理，这么晚了你还没下班吗？我跟你说，你再撞我一下，别说下不了班了，我连家都回不了了。接着。江总在里面呢。不在啊。你骗人，我明明听见里面有人说话的。啊，刚刚我问你，嗯，你和小新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？下午故意把我支开，到底是为什么？这个死小新真是不堪大用，这么快就识破了。你不要在心里骂小新，你这个做师傅的就不太高明，当徒弟的手段能高级到哪里去啊？这，你不说我自己去查了，我问问丁丁，什么都知道了。稍安勿躁啊，我跟小新确实是瞒着你准备了一个惊喜。惊喜？啊，只不过还没准备好就被你给发现了嘛。要怎么说，你们女人的第六感确实很准啊。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希望你不要瞒着我。我什么都可以和你一起承担。好吧，林淼，其实，喂，知道了。林淼，我现在得去趟医院，你等我接完老乔之后回来，我一定给你解释。等我一会儿。Thank you.
你看你小的时候多可爱，胖乎乎的。太胖了。哎，小妮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在这陪焦伯伯。没事，没事。焦阳，你看，这些全都是我们小的时候的照片，全部都是焦伯母给我们抓拍的呢。本来我还以为这些都丢了呢，没想到焦伯伯一直保存着。哎，怎么能丢了呢？这些照片可都是你焦伯母最喜欢的。哎，我还记得小的时候，焦阳送你一套积木城堡，说是长大以后要和妹妹结婚。啊，我怎么不记得了？小野，嗯，其实这一年，焦伯伯拿你都当自己家人一样。如果焦伯伯说，想在出国之前，看到你和焦阳订婚，嗯，你愿意吗？焦伯伯，我爸，你看，这小时候开的玩笑，你怎么现在还拿着让人家笑？行了，你也先别看了，那个小严。这个我先送你回去吧，别在这儿跟着熬着了，好吧？好吧，爸，您自己歇会儿啊。好，那焦伯伯，你照顾好身体啊，回头再过来看你。哎，好好。小严。啊。我爸只是怕出国之后没人照顾我，才病急乱投医。你别当真啊。焦阳，我不介意的，焦伯伯是为你好。是。我明白我爸的苦心，他为了我和宏宇也付出了大半辈子了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没有人会在别人的保护之下活一辈子。我以后会证明的，他不需要担心这一点。行了，不说这些了，坐回家。自己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。